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希希爸爸。农村的日常就是这样，起床就能看到日出。今天刚好拍了一段日出的视频，给大家欣赏一下。这山里面的早上是真的冷了，起床的话在外面一看全部是白茫茫的一片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上面全是霜，哇，就跟下了雪一样的。